画一个鞋底形状的脚板，大胆一些，尽量一次画成。画上圆圆可爱的小脚趾头。黑色彩铅继续画出小脚丫的影子。棉签揉擦一下，更细腻。黑色彩铅继续画脚丫的阴影立体关系，由深到浅色过渡。继续画出每一个小脚趾的阴影关系和影子。白色画出反光。小脚趾的反光也要记得画，最后点上高光，就完成了。